大家好，今天花季兄弟要带大家来到台南新落成的七股游客中心。外观走的是纯白水泥风格的设计，独特的线条设计，很快就成为了台南热门的打卡景点。七股游客中心就在七股盐山和盐博物馆中间而已，附近超空旷，都是盐田，可以看夕阳，楼顶也可以爬上去眺望远方。这里打卡可以免费领取冰棒。喜欢我的频道也记得按下订阅按钮，我会分享更多台南有趣的新景点。Let's sing a song full of hope, full of pain. Why don't you sing along, my friend? For it's our last refrain. Forever young.